你伪造阮亲子鉴定报告的结果，甲我甲依林的关系改作否定。你讲啥？亲子鉴定的报告是阮改的？无啊，迄个时阵，阮大家拢伫咧现场等啊，我哪有时间会当去改报告啊？爸。你是不是受过失望，出现幻觉啊？任何拢调查过啊，不是新民者，是你者。哇！我嘛伫现场啊！你想要才入来，阮在检查受弹的时阵，你就伫外面报警。免加讲啊，任何，把证据提出来给因看。是啥？啊，这个人又是啥？问莹莹啊！我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啊！你无认识伊，会摕一袋钱给伊？我哪有？我只是伫个遐边啊，看到伊的物件落去，我顺手摕起来还伊尔啊！莫阁骗啊啦！这个人才拄伫个监控所内面鬼鬼祟祟，伫个外面就拄着你。就是这个人偷改检验报告的结果，你甲伊约伫咧门口交钱，然后才入来找阮。不过自头到尾，你拢真肯定咧检验报告的结果会是否定，因为你早就已经安排好啊。爸，你莫再脑补好无？代志根本就不是安尼。证据拢伫你的面头前啊，你搁变硬拗？这个相片只是因小姐徛伫咧车边啊。那不是人有心准备好要抓这个镜头，无可能翕到这么清楚。温莹莹哪去人偷去啊？这敢不是去人设计的？那是无做这个代志啊，才会惊人偷翕啊。谁翕的无重要，嘛有可能是骇客伊的行动，惊出代志爱家己担，所以才留这做证据。这骇客若是想要自保，嘛是爱等你开始追查了。伊才会把这个证据提出来保护伊家己，伊哪会先寄这个相片给你？我确实无在追查啦。搁再讲啦，这个骇客钱已经摕到啊，伊就无顾虑啊，所以唔才把这个相片拢压出来来骗嫌疑。就准讲你已经开始追查啊，啊，不过你嘛无一定查得到这个骇客是虾米人，伊哪就爱把伊清曝光。反正人摕到钱，早就走出国啊。这代志是看了知影有问题，林小姐绝对是红色的。汉尼阿叔，你讲的，我阿公半句话拢听袂入去，因为伊只想要找一个人替我一定是假的这件代志打这零年，伊唔甘愿失去伊的金孙，所以伊连伊的查某孙都无要爱啊。人情不情，拢去用抓到啊呢？你搁有迄个面讲这款话哦？进后去检验所，把伊监视器内面的画面拢调出来，嘛查到这几张骇客入去办公室的画面，嘛证实讲伊迄电脑有人打过卡手，也搁有隐隐甲迄个骇客的交易的画面。所谓种种加做伙，你敢搁需要辩解啊？我真正是拄好拄到迄个人诶！你莫阁狡辩啊！你捡文化动车时，为了伊林的代志是甲你拍，所以你要用这款的方法，要阻挡伊林倒来咱这个家。无唔对，爸爸无应该动手，也唔过你更加无应该安尼欺骗阮大家啊！你安尼做，真正我做切心的。无你即马是要甲白白布硬买你个翁？伊硬讲伊无做，伊就是无做。伊是去用偷翕的。无论是谁偷翕的，迄拢毋是重要的。重要的是，你一直咧阻挡伊林登的运作规章，竟然做出这么可恶的代志。爸，
哪会连你嘛搞牵拖落去啊？恁亲妈就是要趁这个机会来抹黑甲莹莹，为着汪一林放的风声，恁规天望一个杀人犯会当倒来认作规宗，这已经有够好笑啊！亲妈搁无留甲莹莹，真正是莫名其妙。就是讲嘛，我白生后生，落伫北头甲顶的人是汪有芳。你若是要骂吼，你就去遐无我面头前骂啦！你骂我干嘛创啥？我不准你讲有芳。沈太，这个相片是当证明啥？你们讲骇客去修改报告，是阮莹莹收买，敢会伤过勉强？证据拢伫个啊！你要讲无得证明啥？五年前，你亲身动手要甲伊人处理了，今嘛，新明佮甲伊人联合起来，要甲伊人赶出去，我到底是倒位得罪人啊？谁让你一定要斩断我甲伊人爸仔的亲情？不是的，你我想不清楚，王伊人甲你这么关系拢无，你真正的亲人是新明甲伊。心计，我甲伊唯一的查某囝嫁对恁家来，阁生一个查某孙。你即马为着这个相片，当然不乱用。你这根本是咧糟蹋阮规个万家。亲计，我从来都唔捌亏待过心明，哦，也唔过，伊一直咧阻挡阮依林倒来认错归宗，迄就是咧当阮母家后悔。阮母家祖先嘛无可能要挃这个新妇啦！爸，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根本什么拢无做。阿公，我嘛无，我真正无叫人去做骇客。有听到无？伊应该性命拢讲无。伊甲你生活20多年啊，你即马为着这个相片，都甲伊拢当作是歹人是？那是两回事。哦，那不是因为因母仔囝，是阮母家的人，我才会好好问哦。啊，那无，都不是安尼啊。无，你是要怎处理？你先问你家己，你当初是安怎处理伊哩？啊，那无，你想要安怎？好啦。有话好好讲。伫喺外面就听恁冤家大细声。辉浩，你电话内底甲我讲有相片，我敢要怎看？莹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啊！我拄才已经解释过啊，我绝对无叫你唔但叫骇客来，阁叫廖萌子去对付依林。你的个性真正甲你的外公同款同款的，不管谁人挡着恁的路，恁拢会不择手段去甲拄着。是啊，迄个廖萌子嘛是莹莹找来的啊。廖萌子已经成名了啦，啊，若无伊一个气象主播，无代无志，走去报什么跟生人的新闻是要做啥？伊有讲啦，是莹莹叫去做的。廖萌子伫镜头头前讲遐尼侪侮辱艺人的话，拢是你指使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即马就打电话给廖萌子，叫伊来对质啦，啊，唔免啦，是啦。是我叫不了蒙子去的啦，我只是想要让社会知影司法不公，而且廖蒙子是汪依林上帝家受害者呢。即摆是安怎？大家都要检讨受害者，受害者伊袂当替家己出声吗？什么检讨受害者？这拢是你用骗心机，要报复依林，破坏依林的人生，莹莹。你来变到这么苦啊！我的教育真正有够失败啊！
请问的，你喜欢啥？有啦，你喜欢这间厝无温暖，你搁喜欢因为伊是查某的，所以就爱感觉见笑。你搁喜欢爱吞忍家己的红腮，对婚姻不忠，规工心内拢想别个查某。我甲你讲，你这种教育就叫失败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伊的爸爸。心里，你即卖是见笑当上，其实心态有外跳笑盈盈，大家拢看在眼内，顶多是你啦，心内唔甘愿，一尴尬唔就伫伊面头前讲心态是安怎对不起你的，所以心态甲盈盈的感情才会产生变化。你哦，这是无合格的妈妈，无合格的家后。真嘛，像你讲话凭良心，我心面感情真系差啊！你为了你母家尽心尽力，这么多年来，该忍受红山对伊的冷淡，咱偏偏拢是查某人，你敢袂晓同情心吗？真嘛，做人哦，就是爱反省家己啦。因翁仔某的感情会变歹，心里嘛爱有责任。好啦，莫搁牵你边仔去啊！你叫了我吴依林，搁偷改鉴定报告，你讲。是不是你妈指使你，还是恁外公？啊，若无，你来敢做这款代志啊？无，无人甲我指使。虽然是我叫廖蒙子去报的，啊，不过讲的嘛是实话啊。我就是无爱让一个杀人犯你来咱家，我会记的。什么？当年有方银波仔出代志，你无承认甲你有关系，我接受。五年前，伊连差只老人害死，你讲你唔知影，我嘛无搁追究。啊，不过今嘛，你也是无去放伊连耍，搁叫人去偷开亲子鉴定报告。他说我若坚持要认伊连，伊安怎？伊连唔是你的后生，你要认啥？认先生了。讲啊，阿公当场讲要定验，死家己无爱呢。我看，伊是心虚啊。伊知影家己的薪水有问题，做袂是母家的人，伊才唔敢定验。吴总，不管怎讲，林小姐拢是阮万党的查某孙，伊安尼，是我尊重阮万家。伊若是真正尊重亲家的门风，今仔日就袂用这款局面啦。亲家门风，哼，这几句为你的嘴讲出来，真正是笑死人。你除了断我的香火，搁要提我的孙的命，搁半路，甲我当咧合作的雄狮光电抢去，这着你讲的，亲家门风。做生意靠的是本事啦，你互黄老板条件无够好，伊当然嘛会当换合作的对象，这边哪会当怪我？哼，啊那安尼，你要抬伊林的代志，是不是要怪你的头壳顶？啊那无恁想要安怎？无想要做亲家，阮查某囝二十多年的青春，都安尼乌有去。无人讲要甲恁断绝亲家关系，啊、哦，也毋过，新民甲林颖两个做了伤过超过啊，伊要断阮母家的香火，这阮都无法度人忍受啊。新海，恁爸安尼讲我。敢讲恁拢无爱替我讲几句啊话？我甲你二十几年翁仔某情，你着这么残忍对待我？你对伊人的所作所为更加残忍。伊人，伊人，伊人，你开一下嘴拢是伊人，伊才甲你见无几界面，你着甲伊当作亲人？哪里我甲伊人嘞？啊，你是创啥？爸，
原来你甲阿公同款，重男轻女，王一林一出现，你就甲我拍，你即马阁误会我，你的心内从来拢无我。原来我是一个无爸爸疼惜的查某囝。今天恁外口苏仙子，无要提我的查某囝甲查某孙。好，那日我将恁带倒转去，今日才继续互恁糟蹋。新民，明爷，咱来等。母家家无甲恁当作一家人，咱潘家是恁后头厝，永远拢是恁爸骨。新海。你敢真正无想要爱我甲伊？因两个做遐尼侪互人切心的代志，家己爱好好检讨。好，你就安尼讲啊。伊，咱来走。有诶吼，除非恁爸仔囝真心来阮万家，对生命甲伊回失诶，而且甲迄红衣人切好亲，啊若无以后咱这亲家也免阁做落。即句话我同款来互你，除非恁爸仔囝来甲伊人回失诶，为着你要杀伊诶代志，认错赔罪，啊若无。咱拢无啥物头好讲，真好，你着准备做一个含孙拢无的老孤单。多谢你将孙给我，你无遗憾查某孙，我遗憾，你唔疼惜，我疼惜。